你去告诉朱元璋，让他立刻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。你告诉他，虽然现在是商品社会，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的。按先后搬迁住新房，这是区政府的决定，也是搬迁户的权利。这种决定和权利是神圣的，绝对不能出卖。那牛处长的问题呢？这个，你们都别管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昨天走了之后，我一夜都没睡好。我发现你的脸色很不好。高峰，又碰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看你这官当的也太累了。是遇到问题了，是一户烈士家属。你说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不要说了。你真的是很难吗？不然就过不了这道坎子。我算有点明白了，高峰，你是不是又想动那套新房子的脑筋？我摊上了一个做共产党区长的女儿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高峰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套房子我是绝不许你动的，因为这是我们家，不，是我们的爸，太需要这套房子了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爸，你这次别由着他了，如果他要动这套房子，他就不是你的闺女。不，爸，心雨，你们都别说了。我想过了，我们爸爸也是老人，我们家也是市中区一户普通的人家。当初我们搬迁带头了，现在我们有权利先住新房子。站住！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到区里再想想办法。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？难道能从天上掉下一个新房子？你要记着，你爸爸也是共产党员，一个老共产党员。爸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不，爸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爸，你听我说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问一句，您是不是也同意让房了？我明白了，因为高峰是区长，是共产党员。可是我就弄不明白，共产党员就不是凡人了吗？共产党员他只能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吗？共产党员领导干的，不谋私利是对的。可他总不该把自己应该得的一份的东西一次一次的让出去，再让出去啊！爸，你听我说。高峰，我想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们过去住的房子，房主是爸爸的，所以现在分下来的新房子也应该是他的，和我你没什么关系。可是你凭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把他的房子让出去呢？是我要让的，不怪高峰。爸，你别骗我了，不是他的话，他回到家里来谈这事干什么？不就是一个区长吗？比他官当得更大的人多的是。可是谁会把自己的房子让出去以后，再把自己父母亲的房子也让出去呢？我倒要问问，今天有几个这样的领导干部，有几个这样的共产党员？人家是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那高峰呢？他正处在这个位置啊。爸，小丽怎么了？小丽，
小丽这一口是咬在你的心上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刚刚当区长的时候，爸爸给你说过的这些话，从古至今，要想当个清官，要想当个好官，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！你像商鞅、王安石、林则徐，还有文革中那些老将军、老帅、老干部，哪一个不是付出很大的委屈，受到很大的损失啊？比起我们来，那就算不了什么了。金牛巷的第一批房子交出去，才算松了口气。可是这龙门大桥的工程一上呢，这资金又是迫在眉睫了。啊，所以我最近想让我的助理于小雅呢到珠海去一趟，就按照您出的那个主意，让他把那批房子给处理一下。好。其实啊，自从上次我和你谈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也一直在为你揪心呢。一大笔钱套在里面，造成资金不能周转，这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大忌。现在朱总经理既然下了决心，我想事情的结果一定是很顺利的。于小姐去的时候，要不要我们的荣发总经理陪同一起前去？有什么事也可以照料一下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哎，就是杨总经理工作比较忙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抽出时间来。是啊，没问题，我很愿意陪于小姐前往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表示感谢。不客气，谢谢谢谢谢谢杨总经理。朱总经理，哎，以后我们两家公司就不必分什么彼此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说对吗？太对了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彼此。谢谢杨总，谢谢杨总。高崇德不是高区长的父亲吗？对啊，那他怎么把房子让给牛处长了？哼，当钉子户的人啊，最先住新房子，我看还是闹得好。你懂个屁，这是高区长可怜他，施舍给要饭花子的。哟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不想看到这家伙，看到我心里就烦。走走走走走，大家都走了。好了。刚才呢，我们讨论了图书馆的选址问题，现在又看了录像带，大家谈谈有何感想？
简直太漂亮了。不过呢，他们的经验在我们这儿啊根本就行不通。我们现在跟人家比啊，还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，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不错了。我们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着眼点不应该仅仅在初级阶段，应该可以更长远一点，超前一点。我们已经规划了不少的绿地和广场了吧？张局长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你们规划的那几块小草坪啊，只能是哪家的后花园，可真不像什么大广场。我们这座城市啊，的确太拥挤了。就像一个人只有骨骼和肌肉，没有吐故纳新的肺，那他肯定活不长。一座城市中心的绿地呢，就是这个城市的肺，它是为整座城市的呼吸服务的，也是这座城市永葆生命活力的生命线。问题是这一带早就规划好了，设计图纸都审定过了，现在要是突然把它盖成广场啊，那原先规划好的住宅楼盖哪去？我们这次旧城改建本来就是边设计边建设，修改图纸和规划的事经常有，我考虑的倒是另一方面，这修广场的资金从哪里来？可我们财政部门到哪儿去弄这笔钱？这个建广场啊，是非经营性的工业事业，是不是可以考虑引进外资呢？我想这个广场啊，不但要修，而且一定要修好，让它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象征。也许我们这样做会损失一些住房，遭来一些非议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戳着脊梁骨骂。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就是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。具体的做法呢，我们要开专题讨论会再研究。其他还有什么想法？听好多人说，高区长的爸爸把房子让给我们了。没错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在上面呢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这下呀总算熬出头了。高区长啊，你真是大发慈悲心呐。什么什么？他大发慈悲啊？你呀，切。哎，怎么了？来，喝点水。你说你这是怄哪门气呀？你说。你说啊，他一个大区长，啊，只要大笔一挥，哪儿搞不到一套房子，啊？哎，他为什么非要把他父亲的房子让给我？而且还要张榜公布，让全天下都知道呢，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他这是啊，在抽我的脸，让我难堪呢。啊，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他有风格，我没档次。他舍己为人啊，我伸手要力。他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施舍者，而我呢？成了一个跪在地上求人的叫花子啊！这手真够毒的呀！这他这样是踩着我的脑袋给自己脸上贴金呢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拒绝那套房子不要了？我妈今天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。喂，哎，新宇，高芳，我得和你谈谈。对，不在家里，就在老地方，我们单独谈。新宇，是不是还是为了那套房子的事儿啊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那好吧，我马上过来。妈，
妈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妈。你今天感觉好一点了吗？一天不如一天呐。妈，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！我们马上啊就能够搬进新房子了。说啥？新房？是啊。有了。有了，那金牛巷的新房子已经修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过去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。那好啊，哎呦，真是共产党好啊，人民政府好啊，对对，好，有了新房子。妈，等搬进了新房子啊，您老人家就不用再在这儿受那么潮湿，你的风湿啊，心脏病啊，就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啊，妈呀。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，没啥想头了。可是啊，这有了新房子呀，我就可以看到重孙子了。对，我这心里头啊高兴哦。对，高兴，高兴。妈，您老人家就放心啊。我呀，一定要让你能够抱上重孙子，啊！好，好啊，好啊！这个房子，我要。心雨，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吵架。是的，这次我不得不和你吵。我难道这样做真的错了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高芳，你不要以为我要这个房子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在那么旧的房子里边不一直画着我的画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争过要一间我单独的画室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你可以不为我考虑，可以不为自己想，可是你总该为我们的爸爸和女儿想一想吧。尤其是爸爸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又失去了老伴儿。你有没有想过他一个老年人心里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如果想重新找个老伴儿成家，如果他有这个愿望的话，那他的家呢？他把家安在什么地方？高芳，你想过吗？心雨，爸跟你说过他还想再结婚。没有，他从来没说过。可是我们做子女的，为什么一定要等他说了以后再为他想？为什么不能在事先为他想得更周到一些呢？我确实做得太差了。心雨，你知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确实有人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问过他。但是他如果有了具体的人，想成家的话，那么你把他盼望已久的房子让给了别人，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无情、太冷酷、太不像一个女儿该做的事情吗？心雨，你不要再骂我了，我心里也乱得很。我确实觉得牛处长他们家可能更需要这套房子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不是高局长的女儿小丽吗？快停一停。是是，车子很久没来了，怕迟到了。这是这样吧，小丽，姑姑送你上学好吗？哎，不不，我们还是坐公交车去。啊，小丽，想坐小车吗？嗨，顺路坐个车嘛，犯多大个法呀？这样吧，今儿个油钱我出。好，对，小丽，那就上吧，上吧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哎。让你小心点啊啊，嗯，好好听话啊，哎哎，好，再会再会啊，再会再会，哎。哎，小青姑姑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油表。油箱里有没有油啊？你只要一看这表就知道了。哦，哎，那个呢？哪个？那是什么表呀？哦，这个是时速表。哎，小丽，你以前没有坐过小车啊？坐过，坐过好几次，是红颜色的出租车。这里还有个跳数字的牌子。外公说这里是算钱的。我给高局长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，小丽今天坐这车啊，还是第一次。赵厂长在不在？哦，赵厂长在楼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陈哥，哟，你家。哎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小毛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我爸来让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啊。我们家最近分了套新房子。好事儿啊。哎，什么时候搬家？跟表叔说，我过去喝酒。哎，一定一定。其实，没有房子难吧？他分了房子也难。不是人家都要装修吗？我们家总不能就这么搬进去吧？那也忒寒碜了点。不说了，哎，我知道啊。你说，我这厂子刚办的时候吧，要是没有表叔，我确确实实是办不下去。可是你也看见了，我这产品积压呀。俩月没发工资，工人都堵着我这门口叫，手头确实是。那你不方便就算了，没事。哎哎哎，没事，我就跟你说说我目前什么情况。生气？没有没有。表叔搬家再难，我也得表示表示。多了没有？2万。行了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喝茶，喝茶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高局长，你快点，菜都凉了。哎，高局长，干脆你加入我们单身俱乐部好了，我们先当会长。要再回去20年啊，我就当你这个会长。哎，小陈啊，嗯，今天午间快递有吗？有，快开始了。各位观众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人民群众反映极为强烈的公车私用问题，在本市又有所抬头。今天上午，本台记者在市中区几所小学门前拍摄到的镜头。记者通过从有关部门的了解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辆车是市中区人民政府的工作用车。高局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把小丽抱上车的。我有一个同学在电视台工作，我可以帮您跟他澄清一下。澄清什么？难道人家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可这不公平，尤其是对你。车是我的，你是我的秘书，怎么解释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你总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总是这样委屈自己，可是到头来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你呢？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。只要老百姓啊
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说了，区长您别生气。其实我们区政府里很多年轻人都在背后议论你，说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说一些当年知青和红卫兵才会说的豪言壮语。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就是伴着豪言壮语长大的。虽然豪言壮语啊，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是呢，它毕竟培养了我们从小追求理想、崇拜英雄，碰到困难啊，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决心，还培养了我们有献身的精神。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主义。哦，对了，足球快开始了吧？还有半小时。走，看足球去。龙发，我这次离开春城太匆忙了，有件重要的事情忘记办了，你记着给我办一下。爸，您说，我听着呢。你经常向高局长他们过问这件事吗？爸，您吩咐的事儿我从来不敢怠慢。高局长说了，公安局呢一直在打听，只是因为年代太长久了，再加上城市大动迁，人户分离的现象相当普遍，所以还得请您耐心等待一下。我只想快点把这个女人找出来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再去催一下高局长的。高局长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不还没过几天呢，又来催您了。杨总啊，请你转告杨老先生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的。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，只要这位妇女还在，她儿子还在，我们一定把她找到。高局长，我代表董事长再次对您表示感谢。你呀，别总是这么客气。杨老先生什么时候还来春城啊？啊，这一下子还说不准，他最近很忙，不过啊，他一直惦记这边的事儿呢。要是他来了，你转告我，我去拜访他。我呢还想跟他谈谈项目的事儿。好。爸，妈，哎，我先睡了啊。哎，好。抽这么一屋子臭烟呢，你就不怕自己变成腊肉啊你？哎，我说你呀啊，搬了新家，你反倒不高兴了，有什么事说出来，咱们大家帮你解决呀。你帮不了忙。你说都没说，怎么让我们帮？就是这套房子，这套房子怎么了？这天上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了，啊？你说说看，那个高芳，啊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呢？哎呀，让都让了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说他为什么要把房子让给我？那，可能是被你们闹怕了。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我这几天反复思量了，啊，那高芳他就算是怕我，也没有必要非把自己父亲的房子让给我嘛。那就是发扬风格呗。那也不是比什么风格。那，你是怀疑他耍阴谋？哎呀，你呀，任何事情啊，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你说高芳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起早贪黑的盖房子？啊，他又为什么要不惜困苦的去收买人心呢？哎呀，他这是在捞取政治资本呐。他这一手啊，要比起那些个只知道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高明的多了。这个房子一旦盖好了，那可是谁也抹不掉的功劳碑呀！啊，
这就是他进官加爵的阶梯。他捞取的政治资本啊，要十倍百倍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官员。哎呀，闹了半天你就说这个，他升他的官，咱住咱的房子，互不妨碍，你瞎操什么心呢？你说你，一旦他当上了市领导，那我正好就是他的下级呀。到时候他会不会怎么对我秋后算账，进行疯狂的报复呢？哎呀，那是你瞎想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妇人之见，你还不如你儿子呢。这些啊，都是永嘉告诉我的。你呀，就知道瞎高兴。哼，反正咱们住咱们的房子，我看你呀也是瞎想，吃饱撑的。你给我住嘴！我认为啊，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。嗯，这个想法不仅很好，而且十分必要。那么你们资金准备从哪里解决呢？这是非盈利性的市政设施，不管是引进外资还是银行贷款都是不大可能的，所以呢，我想请市里给我们想想办法。市里哪来这笔钱呢？周秘书，你也学会叫苦了。你想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们拔根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啊。高局长，《红楼梦》里刘姥姥的话您都捡来说了。市里的财政当然不富裕，像你这种级别的区县，市里就辖有13个。像这样十分必要的市政设施建设，他们都报上了一批，大家都伸手向市里要钱。你说，这仅有的一块蛋糕，我究竟该分给谁呢？爱叫的孩子多吃奶，我叫的最凶，你就给我。哼，当然你叫的最厉害。我可以给你10万、20万。才20万呢？你叫我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嗨，虽然很少，但这也是种姿态，充分体现了市里对你们区里的支持啊。高攀同志啊，我看你还是自己多动动脑筋，多想点办法。可是，别缠着我，缠着也没有用。我给你的，就是最多也是最大的，就是政策上的支持。我们要房子，大家不要闹了！我是区政府开发办公室的，大家听我说，这是商住楼，大家就是不要听他了啊！只要公司不给房，咱禁止拿。冷静点，冷静点！上我的车，上我的车，孙越，孙越。图纸呢？大家都看过了。发表一下意见吧。我说两句吧。音乐喷泉那个边上玩耍和照相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有意识啊，让那个音乐喷泉边上的空间呢，给留着大一点。你们看啊，4条大道在广场上形成十字交叉，新华书店、电信大楼、中国银行、富康大厦第4座50多层的超高层建筑呢，竖立在那个大道直角上，像4根擎天大柱啊。一下子把广场那个气势啊，立刻给衬托出来。咱们这样抢占行不行啊？人家可是台湾公司啊。怎么不行啊？你知道他们两人是谁吗？谁呀？他们的叔叔是市委的方常委，谁惹得起啊？是吗？那咱们走，咱们也去，走走，快！我想啊，咱们把喷泉啊再往南挪一下，也许在北边能再增加一座纪念碑。对，这样。它的象征性和标志性啊，就更加突出了。问题是啊，市里就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来，就靠我们区的财力啊，就根本造不出这样的豪华的广场。是啊，没有钱，再好的方案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啊。先把方案拿出来，钱的问题咱们再想办法。嗯。
那要是一时凑不到这个钱，这块地就让它空着呢。我觉得就是空着也比挤满了房子强。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市中区就建不出一座像样的广场来。高区长，怎么了？帮我取到来了！帮我取到来了！帮我取到来了！不赔我们没事就不行。联合国主席来了，我都不怕。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？以前住在哪里的？我又不是老虎要吃人，吓得你们连名字都没有了。谁怕你啊？我姓方，叫方志强，是二道湾黄老头家的女婿。啊，今儿我们来是维护老丈人家的正当权益。你老丈人什么正当权益受到侵犯了？当然有了。别的地方都是拆了铺面赔铺面，金养公司算什么啊？凭什么把所有的铺面全卖了呀？啊，弄得我们只能到这来占地楼破张开店了。就是，卖铺面现在征求原住户的意见，人家不买才能卖给其他人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你们这些抢底楼的人都是要求赔铺面的吗？这个区域我最熟悉不过了，以前都是大窝棚捆绑房，我从来没见过谁家还有铺面做生意啊。当然有了，我岳父家就是做香烟生意的。在门口外边摆个小烟摊也算铺面？当然了，不算铺面算什么？大家说算不算？算不算铺面算底楼也行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心太软，已经到了人人可欺的地步嘛。对带头闹事的肇事者抓几个起来杀鸡儆猴。带头闹事的是市委方常委的两个侄子，怎么抓？怎么不能抓？对这种人就要狠狠地整，看他以后敢不敢仗势欺人。说得轻巧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。如果抓了白抓，不如不抓，免得到时候弄得被动。那就让他们这么闹下去，这样行不行？先把这事儿向方常委汇报一下，请他出面做做工作，只要他们带头撤出去，这以后的事情啊就好办了。站住！个小混蛋，你个小混蛋，给老子站住！放下，放下，给老子放下！干什么呀，爸？搬回去，反了你个小混蛋，是不是？人家能站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人家我管不了，你个小混蛋我能管。搬回去，啊？这是什么年代了？法治社会你懂不懂？你想找死啊你！爸，我们不抢铺面，我们会吃亏的。吃亏？吃什么亏啊？不管哪朝哪代，凡是害人抢人都没好下场啊！快回去，搬回去，回去。我的意见，共产党的法律不能只管老百姓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没什么请示汇报的。郭局长，赶快行动。警察真的来了，怕什么呀？警察来了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别怕。请。哎，高局长。高总。兄弟。高局长。怎么样啊？没事。他的伤口被缝了十几针，医生说了有轻微脑震荡。好，小天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李先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儿的医院如果不行啊，我把他送到国外去，找国外最好的医院，保证还给你一个漂亮标致的李先生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小李自己都说没事的。小李是个好同志，我们都要向他学习。高局长，还是让小琴跟你回机关吧。你身边没人不行。那我不答应。你身边啊，更不能缺了他。休息啊，郭局长，
都有些什么情况？我还没回到局里，电话就打来了。晚上回家，这电话更是追得屁股撵。都有谁呢？还会有谁？方长伟的夫人，四轻纺局张副局长嘛，都追了我三次了。来得真快。说了三点，除第一条是打官腔外，第二条说方自强的岳父家原来就有铺面，所以要求赔铺面是有理的。第三条要求我们放人。那打伤小李的事呢？他怎么说啊？别说打人了，连一句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。这种人，他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了？高局长，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不管他，怎么处理，按你们公安局的法规办。学会去面对无奈，我想我已经明白生活原来的色彩。你潇洒的可以，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你。我知道你也曾悲哀，知道你并不怕伤害。为了你，我想带给你一点温暖和关怀，你明白，只要你愉快，为你付出所有，不再徘徊。为了你，我忘了过去将来，只想带给你一点温暖和关怀，你明白，只要你愉快，为你赴汤蹈火。听说你们分局抓了两个人，什么人把关系又捅到你那儿去了？这个高方，搞什么名堂？我愿意把这幅画转让给您。真的？这是我本人的意愿。我需要付出多少钱？50万。什么事情把他急成这样啊？高局长，总经理这次可惨了，他一下损失了好几千万。